经验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很漂亮，大大。可以可以，啊，你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一下就有了。因为当这部片呢，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是造成网络，它它是，经常在社群平台分享科学实验的行李箱老师，近日分享一系列学生在教室刻意引发电线短路产生火花，制造出类似放烟火的画面，让不少网友看完后直呼好羡慕有这种理化老师。再信不是吧，啊，你要哎，有哎，火刷了，越过越有，哦